林志玲年近40，依然单身。每次她在镜头前现身，总是啊被问到感情问题。日前在香港出席代言活动的时候，林志玲又被媒体问到情感话题。林志玲自嘲地说，自己的绯闻男友都是同一个人，一点都没有进步。 马尾短裙第一名模林志玲以身网球装出席香港的代言活动，一年多没有在香港公开露面的林志玲，港媒抓紧机会再度关心她和言承旭的感情发展。我的绯闻男友每一年都是一样的绯闻男友，我想你们也很闷了。我刚刚还想说，哇，虽然这么久没有见到香港朋友，可是我一直都没有进步的感觉，在绯闻这方面没有进步。 林志颖自嘲感情没有进步，巧妙回避绯闻问题，再度展现第一名模的超高 EQ。 谈到香港最近当红的剩女话题，已经38岁的林志玲对于自己被归类为剩女倒是相当看得开。我自己是觉得说，这时间是公平的嘛，大家都会长大，然后大家的青春岁月也会慢慢的，有了不一样的变化，是不要因为社会环境所给的压力而做了一些很仓促的决定。 对于林志玲摧残可破的皮肤，有媒体报道她出席活动时皮肤发红、脸颊紧绷，被外界质疑是否有动过手脚。经纪人立刻否认整形传闻，强调绝对天然。